办公室了啊，那个您今天的行程呢是这样的，2点钟您约见了赵总，3点钟呢你有一个国际会议要开，5点钟你要接见一下新员工，给他们上上课，讲解一下啊，然后5点钟的时候呢，你还要去会见其他的人，然后6点半的时候，你要去劳斯莱斯酒店呢参加晚宴，晚宴之后呢，你要去海边的兰桂坊酒吧去和你的得力员工，也就是贼稀罕你那个白玲珑，你俩要小酌两杯，啊！那什么，要不，您再开除我一回吧，我就当着员工所有人的面开除我一回，然后给他们发奖金，放假，哦，放假，啊，放假。晚上去兰桂坊和白玲珑小酌两杯那事儿取消。不行了，不行，歇会儿，不对了，眼快到地方了，没事吧，小西？咱们去到真经了吗？取上了，你说你个生存大师能吐成这样？不行，我迷糊，蹲一会儿。你累不累啊？要不要给你找点吃的呀？不吃，这就是我的粮食。啊？你吃这个还不如找张金雅要点树皮呢。这是我的精神食粮。小西啊，我这都观察你半天了，这都快到家了，咋还闷闷不乐呢？你是不是累了？我给你捶捶吧，来。不用了。大家都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那个，都过来，小西要训话。拼吧。其实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好，都是路线的问题，也是我自己有私心，想回到我以前的公司看一看。我对不起大家。不是啊，那什么，小西都这么说了，大家就原谅他吧啊。那个我也跟你们道个歉，因为我毕竟是他员工嘛。我觉得没事啊，这次出来不挺好玩的吗？对吧？我建议啊，以后咱们每周出来一次，多 happy 呀、啊！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同意。好、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赶紧商量一下，下周去哪玩吧。好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下次咱们去有水的地方。我想穿比基尼。啥比基尼？哎！怎么你们怎么找这么多东西让一个晕车人搬嘛？我也不搬。等会儿我啊！哥哥穿什么车？来，咱别乱推啊！来，听我口号，大家一起使劲啊！要不然推，快累的推不动。来，一二，走！一二，走！走！人呢？哎，他跑哪去了？人呢？这我自己能拽动吗？干嘛呢？
上回做的腌黄瓜还没吃完啊？哎呀，这不中秋节快到了吗？我酿点葡萄酒。酿葡萄酒？嗯，你还会这？嗯，可不嘛，拜我二舅妈所赐。你二舅妈会酿酒啊？哎呦，何止酿酒啊，喝酒也这个。他跟我二舅那把多少个村长都喝跑了，最后自己喝的都没钱了，哎呀，只能自己酿酒了。那最后什么白酒、黄酒、米酒、山楂酒、葡萄酒、南果梨酒，只要酒都会酿。那他们俩也算是复合性人才了。那可不嘛，最后都酿酒都酿出名了，那全村都去找他买酒。哎呀，现在都住一个四层别墅。那这酒肯定好喝。嗯，好喝不好喝你还得尝尝。嗯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好，我现在正式宣布。哎呦，你快点吧，拿杯子。为了我们的友谊啊！干！嗯。哎，醒醒！啊，怎么了？刚才怎么睡这儿了？喝多了呗。喝多了？什么时候喝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你记得啥呀？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吧？我最对不起你的事就是咱俩一起喝了葡萄酒。你不是也喝多了吗？我二舅妈这个酒劲儿真太大了。如果地球上真的惨的就剩两个人的时候，找人小酌一口还是挺不错的。